瑜伽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，但最近就在美國興起一種叫做 Aerial Yoga 空中瑜伽，就是靠一個吊床在空中做瑜伽動作，聽起來好像很天方夜譚一樣。我今天就親身來試一下，看看是否真的這麼難做。我想問一下 April， 首先空中瑜伽和普通的瑜伽有什麼分別？很多時候我們在地下做的動作，我們都可以靠個地下借力，可以用個手推或者用個腳踩實個地下去做一些不同的動作。但是當你上到去吊床上面，就真的要靠自己了。所有的動作在上面，你都要靠自己的肌肉力量去幫你在上面維持平衡，也都去做一些不同的動作。所以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，也都是一個挑戰來的。同埋佢係因為有地心吸力，所以咧對啲肌肉好似個效果會好啲啊？係點樣？其實因為佢喺上面可能利用一啲嘅地心吸力啦，可能你當你反轉嘅時候咧，佢會幫你拉展延展你嘅脊骨啦，亦都可以幫你做一啲伸展嘅動作嘅。咁所以喺上面嘅體驗亦都同地下嘅上面咧，地下嘅動作咧會有啲唔同嘅。另外咧，我見即係好多時候都係掹住條繩，咁我隻手又唔係好夠力嘅，即係我驚支撐唔到身體，即係咪用手臂主要用手臂嚟到支撐嘅咧？其實我哋上去落去嘅時候咧，除咗係用你嘅手力嘅時候咧，我哋會諗一啲大組啲嘅肌肉嘅，咁我哋會諗下我哋嘅背闊肌啦，會諗下我哋嘅三頭肌、二頭肌，亦都最主要我哋要用我哋嘅腹肌，咁希望我哋上去落嚟都係輕力輕身嘅，咁亦都唔需要用太多手腕嘅力量啦，如果唔係好容易傷到手腕嘅。明白，我想即最需要就是膽量，因為你只是靠條繩支撐住，你是 要克服自己，要相信自己放那一下。是啊，其實很多女仔都是覺得這一 part 最害怕的。會的，會在上面大喊的，但是當然我們會慢慢給一些指示你的，也都希望你可以循步一逐步去做，希望你可以克服那個恐懼，當你克服了之後你會很開心，也都很享受在上面一個瑜伽的動作。好，我哋陣間示範嘅動作唔係太難嘅啫，我第一次做嘅。唔難嘅，我會喺旁邊幫你嘅。太好啦，好啊，咁我哋不如開始啦。好，一齊。OK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做一個叫做飛行吊床嘅動作嚇。好，嗱，我哋企喺張吊床嘅後邊，咁就唔好俾張吊床褪前或者褪後嚇。好，兩個手捉住張吊床佢，推佢落去。係啦，咁然後將個左腳踩上去。在個橋峰位的位置，盡量踩穩的時候膝頭哥推前，不要讓膝頭哥騰騰。是的，好，手走去上邊，在頭旁邊捉上對吊床，預備好的鼻哥吸氣，好，呼氣一下上，輕的，是的，想像一下自己身體輕鬆一點，是的，不用太大力的。好了，捉住了吊床的位置，將你的左手手踭收去旁邊，是的，左手踭收去前面。好了，手捉住它，okay。 然後將個身體擰向後面張吊床，用個右手向前推張吊床出去，好，右腳收上嚟啊，將佢腳趾向外一下推出去，好，慢慢墊低，好啦，然後鬆開你嘅左腳，將佢喺上面左腳趾向左一齊推出去 ，OK， 係啦，右手可以放開噶啦，咁你喺呢度就要諗下只腳要超級用力，這個就係喺呢個吊床裏邊最重要要諗嘅嘢，係啊，俾個腳放鬆，一放鬆你個人就舒服咯，係撐實，如果唔係就個 pat pat 就會。跌咗落去，系啦，好，咁坐好咗之後，諗下將個盤骨向後微兜，咁佢壓實咗張吊床，你就會覺得好穩實噶啦。好，咁喺呢度你可以擔心嘅，有手捉住張吊床，咁其實就唔會話好驚嘅。咁然後可以慢慢嘅時候放一隻手，然後睇下可唔可以放埋另外一隻手。係啦，可以嘅，兩個手合埋起身後。係啦，只要你兩個腳用力推，咁你喺張吊床度咧係好穩實嘅。係喎。是喎，所以你在呢度其實可以好享受喺吊床上邊克服自己個恐懼，其實喺上面可以好享受咯。即係要留意係 pat pat 同埋只腳係水平嘅。係啦，盡量係可以一個係 L 型嘅，就唔好似到 V 字咁樣嚇 ，V 字咁你就會好穩陣，就自己成日想跌嘅。好，咁我哋繼續去一個variation， 一個繼續落去嘅動作嚇。好。好啦，放開個左腳落嚟，但係用力向前屈。係啦，好，將個身體挨去你嘅右邊。係啦，用個右手上去捉住張吊床。好，然後將個身體出曬去右邊。係啦，將個左手放開向後邊，打開向你後面嘅位置。
好啦，試下將個心口擰過去左邊多啲。係啦，前面嗰只腳記住廿十，咁呢個就係你嘅 key 啦。上面嘅手試下反手捉住佢。係啦，啱啦。好。OK， 好，打開左手。係啦，地下嗰只腳一樣係記住拉著拉長嚇。咁你喺呢個動作裏邊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伸展，加埋佢咧勒住你嘅腰間呢啲位嘅。其實腎喺呢度後邊嘅，幫你按摩呢個腎個位置。好啦，你試下曲起下面嗰只腳，但係唔好放鬆上面嗰只腳，硬實嚇，反少少腳趾佢。哎，係啦，好，睇下可唔可以去捉腳？應該唔得啦，老師。好，嗱，唔得嘅做一個簡易版得噶啦。好，最後一個打開手。打開手。係啦，靚嘅，將個身體伸長埋出去。係啦，可以望去下面地下三。嗯。二一，好，揸。Thank you.